爷爷的书法。小朋友们好，我是牛爷爷。牛爷爷好，我叫张方宇，今天我来跟您学写字。好，中心安社稷，我们今天学心字的写法。我们先学一个笔画，卧钩。卧钩，下笔，顺势下笔，保持中锋，逐渐把笔毫铺开，轻轻一捻动，一捻动，看，往这边一捻，这个地方呢就变尖了，尖了以后再抬笔，再转笔，慢慢慢慢拢笔，这样出这个钩就好看了。这个里边呢要注意一点，铺开以后，到这儿如果笔调整不好，可以提起来，再顿一下，使笔尖在这个地方，笔肚在这个地方出钩，慢慢的转，转，慢慢转上去，这样呢，外圆内方，外边圆一点，这儿方一点，这个钩就好看了。我现在完整的写一遍，左点呢还是向左边偏一点点，往外推。往下顿，转笔，收笔，这个地方要铺开，压一下，然后再起笔，慢慢的把这钩挑出来，这两个点要连贯，高一点在中间写，过来，压住，顺时针转笔，慢慢慢慢慢慢收笔。这样，这个心字就写好了。小朋友，你学会了吗？谢谢牛爷爷，我学会了，这是爱心的心字。对，小朋友们，你们也跟着小太阳人的儿歌写一遍吧。中心安社稷，心，笔画学，卧钩。左边还是向左边，卧钩四野弯又弯，两边竖斜相互拥。中间靠上居中。